严明义。今天很荣幸我们参加战争末年的五十年两岸书法交流大会，台湾省非常荣幸。新乡有美五十年，坛子人间，在余文先生倡导下，由丁立希、梁长超等十个人共同发起，1962年9月28日，在台北正式成立中国书法协会，以提倡中国书法，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宗旨。中国书法成立50年来，在各界理事长的不懈努力下，代表台湾、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国家举行书法交流活动，取得了傲人的佳绩。今天由沈荣怀等书法名家组成的中国书法协会团队，将学习余文先生的书法艺术，研究余文先生的文化思想，继承余文先生的爱国精神，以余文制作即兴的书法艺术，丰碑于座右铭砥砺前行，师自薪火传承，担当弘扬中华民族书法艺术的光荣使命，为实现伟大的中华复兴之梦奋斗不息。最后，希望中国书法协会加强两岸书法交流的步伐，继续为促进两岸的书法交流贡献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伟大复兴做出贡献。祝在座的前辈、先进各位老师，书法精进，得意双馨。谢谢大家。沈理事长，各位两岸的艺文界的先进前辈，在今天这个盛会当中，我首先代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林忠祯博士，向各位来祝贺，祝贺我们交流展的顺利和成功。同时，对沈理事长对我的邀请，我也觉得万分的感激。今天是我们不仅仅是两岸的交流书法，同时也是中国书法协会成立55年的日子。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是1949渡海来台的书法家。当时有几位在后来都是台湾知名的书法家，一位是傅培富先生，一个是高立鸿先生，还有一个是我父亲。我也非常的高兴，现在浙江美术馆想要把他们三老的画跟没有来台湾而是他们的好朋友唐寅先生4个人来联合办一个4人的书画展，在浙江美术馆，他也正在筹划这件事情。因为我从小在这个书画的环境里面成长，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个书画协会的经营的神圣和意义以及它的奋斗。我非常感佩沈理事长，他是我过去多年的好同事，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但是他走上了这一条书画的艺术的境界，却是我非常的惊讶，也是非常敬佩。而他为中国书法协会所付出的心力，可以说大家鼎力在心头，而有今天得来不容易的一份成就。这是也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在海峡交流基金会，来协助追随我们林忠祯董事长来处理有关两岸交流的事宜，我更深深感受到刚才我们中国时报发行人黄先生所说的文化的交流，在今天的当前的情况之下更为重要。我想今天的场合不宜说很多的其他的话，但是我认为文化的交流正是我们打动人
方式，也是民族融合最好的一个媒介。希望我们在文化的交流当中能够彼此更进一步，也祝愿我们今天交流展的顺利成功。谢谢大家。我们中国书法协会成立了与大陆书法家协会台澳展。那么当时我们这个会是结合我们大陆来台的这些重要的书法家跟本地的书法家结合起来的，成立这个中国书法协会。现在唯一发起人在好就是我们白胡子这一位，他刚好跟我们两个大叔同年龄，不过年龄比较大，大几岁。那么可以说，中国书法协会在从满寿华领导啊，当第一届的理事长以后，那么到今天已经是第18届啊，明年开始呢还有新的理事长19届。我是担任第12届、13届，我的任期最长在8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我们在每一届的每一届是理事长领导之下，大家共同努力的来弘扬我们中华文化，才有今天成果。所以今天我们庆祝55周年，同时也办两岸的这种交流。也把他们的作品展现在各位前面，希望各位都能够给我们指教，也在这里呼吁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弘扬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的精华，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书法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能有发挥。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向前走，向前努力。